唐诗咏泳装出镜，唔使问准男友。唐诗咏、孙慧雪等人日前就为剧集《不懂撒娇的女人》拍沙滩戏，打扮密实嘅诗咏表示，早前已经为该剧拍摄着上半截泳衣嘅戏份。佢又坦言自己拍剧以嚟都未试过着三点式啊。我其实都拍咁耐剧以嚟都未试过着三点式。我咪要試下咧，我冇乜所謂啊！如果真係需要嘅話。而問到詩詠要性感出鏡，係咪要先問準男友洪永成？佢就話：我覺得即係對於一個演員嚟講，另一半一定要好明白呢一件事嘅。咁所以無論隔離嗰個係唔係呢一行都好，咁首先佢都要好明白呢件事先咯。因為我哋演員有好多，除咗其實三點式唔係一件。最難接受的東西，即是我們會有很多親熱氣啊這些，其實所以另一半一定要很明白，那我自己覺得明白了就不需要每次都說。